雪糕啊，咁今日我哋嚟继续嚟玩遇见情缘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就会玩支线任务，因为大家都上次睇到咧，就知道主线任务咧系要65级啦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就玩支线任务，原来都系上局嘅啫。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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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！啊，嗰度仲有一大堆冇宠物，冇搞错，燕仔嚟。我過分咗啲咧，我真係估唔到咧，原來個幕扯鹽仔咯。想知發生咩事，記住睇上集。我哋嚟到呢個上二谷已經有一段時間啦，但係都冇俾人講出去。但係谷中上上下下對我哋都係愛答不理嘅模樣，我就怪啦。我無論去到邊，點解都係百般刁難。如今上來都係有道比較好，有道起碼自上而下都係對我哋好客氣，係咪？好啦好啦，警棍你就唔可以乱发脾气啦，呢番话唔可以乱讲，当心祸从口出啊！你仲嫌你麻烦唔够多咩？八八八，我哋系怀疑白人真相嘅事，想吃就食，想瞓就瞓，简直神仙一般。阿潮话呢几日做咩唔见小琪？有佢喺，有呢个常异族人，仲使乜咁烦？小琪，你今次嚟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咯。面壁的小蛇，小皮秘法前我收吻。What is happening？ 什么跟什么？做咩面壁佢咁惨？小奇你做咩喺度啊？你做生有咩稀奇啊？你做咩盯住嚟睇？边个最盯住你个烂仔呢？我都面壁试过，面壁试过识唔识啊？踩踩脚，小奇要出去玩，小奇唔要面壁试过。你做咗咩事啊？谷主要咁罚你嘅？就是我偷偷出去找罗剑，早分七九条第七条规定，冇谷主容许，像以后人不随出谷，违者重罚。谷主罚我面壁思过已经算轻噶啦。呢啲常族有啲怪喎，做咩敢饮到深山？唔讲旁嘅，单以实力嚟讲，常以足已经比破无容世家。我哋常以众人要守护常以实境为自己责任，但其中的情由我都不清楚。不过你可以去问下碧婆婆，去最和善，或者可以讲到谷主也不定。饮得水冇啊？喺度。孩子，做乜淘气？打人人哋嘅食变往事咧，会招人生疑嘅。而且谷主对你哋本有成见，你而家又何必呢？婆婆，我哋冇恶噶，我哋系好人，我哋呢个嗰、那个，咩呢个嗰个啊？孩子唔使紧张，老婆婆咧我就活足成几百岁噶啦，睇人嘅眼光都系有啲咁嘅，唔系话都唔会容你喺度炒冷。上以谷外有灵兽青松，你不如去睇下，系咪呢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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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先嗰个，成个 jellyfish 嘅。然之后呢，我发觉呢，其实有啲宠物呢，其实系我哋嗰啲呢个头先我哋打紧，佢啲叫做泡泡泡泡啊泡泡啊泡泡啊泡泡系啦，啊所以就系好似龙呢个咪恶狗，哈哈哈，几型噶啦，人人啊，仲有几多怪打到狗喎？我有时话点解灵兽系 jellyfish 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见到我好近距离咁见到 jellyfish 咁，底下就系 jellyfish， 啊，底下似章鱼多啲。心灵之境，灵兽青松咧系我族嘅看门灵兽之一，能密察心术，表面睇落温柔，但如果有遇到心爱嘅人，就会变得凶猛无比，系冇对你显出恶意，足见你嘅心性啦。那婆婆可唔可以去谷主尾几句用我哋带走上嘢？黐，此事唔系老太婆可以及到嘅，谂一谂，咁啦，外方掌管四言佛。谷主最为严重，你可以去传往询问。如今常以上下对我哋
雨雷种种，只怕恶风进路都唔会俾我好面食。呢、这个无妨，你将灵兽青须带上，恶风见过之后自然明白。喂，我有一只嘢跟住我诶，佢跟住我诶，佢跟住我啊！如果我交咗任务会冇嗬？阿灵兽唔出飞咁惨，算啦，好啦，唔玩啦。你只灵兽跟住我哋，仲唔使自己买添啊？行快啲！雨风路长老见过你之后，面色一板，跟住望到后面嘅青苏，神色又缓和起嚟。估唔到你竟然得到灵兽青苏心如之柴，睇落真系似恶人。讲啦，飞翻搵过嚟，有咩事？我哋系几人喺谷中逗留到，即系想拜会谷主，但系谷主一直避而不见，还请长老可以从命中说喎。上下大小事务都要谷主打理，自然无暇。只不知你哋自己要见到谷主咧，有咩大事？我哋需要上意见，共同对抗魔族，还清玲珑谷主。主口我哋就知道你别有用心，此时一休提，来人松客，那冇用嘅。面色别有，做咩仲打起交？打乜鬼？唉，灵兽唔跟我哋乱。但系点解灵兽系要泡泡呢个房啊？乜水系你？冰系。原来个向日葵。好闷啊！我九色神龙嘅，酷诶！真酷，真酷，黑无常。玉小剑，我啲小话唔好笑。小剑最中意用头锤对住敌人，成万里伤害啊！你死啦！月仙子回复气血，今日识唔识攻击啊？嚟啦！搞掂，小提仲有冇办法？我方长老人如其名，都系着食古不化。唔係話都唔會掌管炎佛，你去搣佢個鬍鬚，仲唔係自滅足回頭咩？一陣講風涼話，竟混得急到上跳下跳咧，諗下點做？當初我一心想拜谷主為師，但谷主評價我心心不定，雖有修靈修古靈，師徒有些富天分，但於手劍一途上實在缺少靈氣，我不換得之下才離谷出走。就为了找到娱乐殿向谷主证明我有修剑为根，你而家讲呢啲有乜用啊？点会冇用？而家阎王剑到咗常怡谷，景岸都携住明天剑嚟咗啦。呢两把神剑同常怡剑自并尊，如果将剑气释放出嚟，常怡剑必能感受得到。如果能引起咗神剑共鸣，咁一切咪简单得多。小琪原来都几聪明下喎，虽然有啲傻添，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咁好笑你。听我咪嘈咯，小琪讲得冇道理，我呢度就放出剑灵之气，我搵迷语竹出嚟好唔好？我哋就咁摆明添剑喺度就惊我，所以小琪啊，真系要俾语竹，果然系咁，因为语竹系嗰个阎罗剑嘅主人嚟啊嘛，嗱呢个阎罗剑。想不到小琪可以想到咁嘅办法，呵呵，睇嚟时日嘅面壁之过都有所得噶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问，两个真系有啲似情侣咯。你咪住，咪住先。睇你啲灵气兽都系俾灵气吸引过嚟，要小心哦。咦 ，wait， 你话你系用剑，嗱、啊、呢、這个系剑啦，系咪？我知道你个系剑，但系问题你拎住嗰把，好似系遮嚟嘅，呢把遮好似系。玩家其中一个种族的武器嚟嘅，有啲怪，奇奇怪怪，
點解又係鹽仔炭？仲有點解明明都係同類，點解我隻仙草會細你咁多㗎？嚇、啊！俾個理由我，有冇搞錯？點解我少咗咁多灰㗎？我打邊你定？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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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花美，喂，唔好過嚟搶嘢啊！嚇死我，仲以為佢過嚟搶長波上，喺度打添，跟住前鋒出，哎，搞掂！嚇，你都係零售嚟噶？我唔知。根據小琪所講，神耳劍靈之氣可以驅散，做咩？追散靈獸。難道呢啲靈獸都係神耳組織滅你？即係佢哋點解要嚟呢度咧？或者是感到明天和宜樂的劍靈之氣，又不十分講定時驅趕靈獸前來試探。此言有理。我這個仙蟲變成狐靈，難道我本身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我的寵物死了就會變成第二隻？做什麼又來的？不過今天時間差不多了，那就這樣吧，大家拜拜。